灵魂沙会在哪？哎，是不是完全没问题啊？骨粉被我消耗蛮多的。你想要去问，帮我做材质包的小巧克，把叶妹改回来。现在叶妹好吵啊！我应该刚刚跟你借丝绸稿的。那你要什么？借丝绸稿啊？不然你要什么东西要丝绸稿？挖那个啊。哪个？影光室。影光室？那你 TP 我啊？我都在这里，我懒得回去了。不要懒惰啊！订婚纱一堆。这哦，这是可恶，怎么都不死的，可以，属于我的骷髅杀手的武器，相克的就可以。哎，我操！我有抓你到的。哎，怎么会有废物啊？这个地方哪来的废物啊？妈，这里因为很暗，怪物一推，可是我又必须要让他们按。好烦哦！那就没办法。哎，这里地狱很多，那个我要不要打回去啊？蘑菇要不要打回去啊？不要，不要啊！我可以。哎，你干嘛？好，可以打，好啊，可以打蘑菇。你想打多少就打蘑菇，不要生气嘛。不是，不过是个蘑菇而已，干嘛这样气？还摔键盘？不是，你想多少蘑菇就多少，好不好？我把数据机弄掉地上，真的没关系啦。身上我知道你很爱蘑菇啊，你要小蘑菇、大蘑菇都打嘛，都可以。我知道粉可以做荧光石，我是说，直接用丝绸稿去挖的话，就比较好。对啊，是不是比较赚啊？对啊，会下降很多。妈妈来。蘑菇可以了，谢谢大家。可以怎样？蘑菇种出来了，上面有遮蔽物就没事了。哼，种出来是不是？哼，区区一个小蘑菇，跟我在那边五四三，回家多练练嘛。哎，还有摔到。可以了。哎，这样也摔啊？看来我要了训练。更多的训练。嗯，对啊，当可以中了一个之后，就重复可以洗刷了。哦，瞬间 OK。哦，还记得。但我觉得我这做法比较笨一点啦，可是确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，尤其如果树替换一下，是用那种神木的树。比较容易啪大范围，应该就比较好制作，简易的、快速的空刀。为什么要灵魂杀的时候就找不到啊？因为墨菲啊。哦，好吧。对啊。啊，妈妈太远了。哎呦！你这。猫猫嘲讽，有了。还有透明的，隐形猪猪，怎么了？我不想走太远，我怕迷路。就开，哎，我的弓射到猫咪，反弹到我身上啦。是哦。对呀、啊。我的猫，你干嘛？丽娜，你叫你快！那个不是啊，那个是沙子。哎、欸，我的灰色蘑菇呢？哦，不见了。那沙子，各位，那不是灵魂沙。
这里先点亮一下，都怪太多了，那个吗？打不完啊。可是那个在岩浆，我怎么挖？不要怕岩浆，不是啊，那个在最底层呢。它只是区区的岩浆。岩浆就是岩浆。那是你对它的恐惧。当你不畏惧岩浆之后，它就也吓唬不了你。好。哎 我的棕色蘑菇不见了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它去哪了？它刚刚还在我身上啊！我要把哎它呦，哎呦，不小心挖啊，送这个到哪挖里去会了吗？掉地板吗？这个我吸不起来吧？那边好远。有人说，地上挖个洞，2格高，有方块就可以。完全种不出来啊！地上挖个洞啊！地上挖个洞，连放都放不了啊！哎呦，反正还有一个重爆，吓死我，还让我快死掉啦！挖中间，嘿，嘿，你说这个中间吗？是是是，哦，原来它有很多层。而且那个咕咕长大，它的周围有东西，它就会卡住。掏空地基中。这如果要好看，应该就是把它的根砍掉，就像香菇一样，砍掉根，只有上面。我死了吗？治疗药水呢？我走路不看路，摔得屁股疼。我们缺什么啊？缺酿造啊，酿造台啊，被人家干走啦！问号。我来采灵魂沙的哦，你采灵魂沙不用把酿造台拿着走啊？没事啦，有事啊，快死人了！没事啦，我要挖这个，还是挖什么？傻眼猫咪。怎么感觉有人在推我？对啊，这个对那个蘑菇有兴趣的，可以那个自己私下开来玩啊，就会知道了。1.14，菇不同，比较趣味一点，比较倔一点，哼。但是有没有已经难不倒我了？就这一个，它的这样感觉也要有一点泥土挡住。啊，空中以后再讨论。哈 先来弄咕咕，咕咕我记得是斧头嘛，哦，斧头好爽哦。迷路了。哇，可是它是几率掉欸，是不是要有个幸运符啊，妈？幸运符。这样咕咕砍出来会不会比较多？会吗？不会哦，不然他现在这样子好累哦。我刚是在哪里挖那个啊？对那啊，个路痴哎、欸，噔噔噔，我刚在那边对不对？然后嘛，我们还要雏菊，以后就要打雏菊，雏菊是长怎样？就是雏你菊一刚样刚。啊。雏菊一样是什么？哎，嗯，那边。哎，完美完美，噔噔噔，耶！我一们号终于在那有一边堆的姑姑话，啦！咕咕咕咕咕那边是不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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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
追姑姑。
不论你是要红姑姑还是要棕姑姑，棕姑姑通通有。旁边有火把，他也种得出来。哎呀，姑姑姑姑！哎，我连旁边有火把，还蛮近的。哦，幸福。他都种得出来了，哼。嗯。我就说他只是区区的蘑菇，就想要跟我斗。嗯。哼，我想要 TP 你。那你要 TP 我。啊，好好好好，还好我现在在下面，没事。好了吗？可以带回去吗？这个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带回去？像你比想 TP 就 TP 啊，那有什么问题啊？是不是名叫安全？哎，反正是我摔到了嘛，我要回去要水。来来来，我看你的姑姑。看到了吗？没有啊，什么都没看到。你看，一二三，三格旁边有火把。我跟你讲，旁边有火把都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哦，哼哼，我就说他只你要负责砍啊，帮忙砍一下，帮忙砍一下。我只能用这个砍吗？另一个给你看，他只是个蘑菇，对不对？凭什么资格跟我斗？嗯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，这样我会得到几个？棕姑姑找不到点了，做记号啊！做记号，做记号。哎，你看，太亮也不行，太亮一格就不行了。哎，刚刚就可以，啊，这样都可以，隔两格，嗯，是不是？哼，哎呦，砍，哼，跟我斗，这里哪里？这里怎么感觉点位不见了？好，哎呀呀！耶！哼，区区蘑菇啊，那以后就知道了哇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雏菊是那个啦，白色的吧？不知道啊，问你啊。白色的、啊，有这个、啊、这个、啊、白色的、啊。菊草是菊草吗？菊草叶吗？我们试试看就知道啦。来来来来来，UHC 比赛不太会用可疑的盾汤吧？因为我觉得那个回复太强大了，会再考虑一下，可能开一届试试看也是行。哎，妈妈，那哦，没事，有，来，我们来挑战一下炖汤，要不要？好啊。看看啊、哦，会，哇，这身上马上就要爆满了。嗯，我想想。嗯，你瞅瞅，很好，这句话笑，我来看看，灵感缺乏，放干半砖上面比较好，我就想再放什么、欸？哎呀，加花材会变成一个炖汤哦，我全都做错了是不是？第一次做啊。第一次做啊，误会，我懂了。怎么了？你做成什么？做成蘑菇汤。死车菊，除草，蒲公英，阴历，妈，我们来喝、啊。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才是好的，啊、好不好？啊，来，这个是。阴历，我的这个是普那个除草，所以他不知道他不知道，他都长一样。你看我们两个手上都长一样。嗯，干杯。可是阴历听起来就是坏的、欸欸。还有那个饿、欸、了才可以喝哦、喔。我现在不能，我现在好饱。我现在好饱、喔。嗯、啊。